杨幂身材有多好，当她19岁时舞姬照流出，网友难怪魏大勋念念不忘。一说到杨幂，不知大家是否会回想起前几年看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杨幂在剧中的表演很让人喜欢。前段时间杨幂和魏大勋的事情也是经常上热搜的一个话题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平时表现像一个迷弟的魏大勋早在2006年就已经粉上杨幂了，而且魏大勋还是为了杨幂而进的娱乐圈。杨幂出道算是比较早的，而且也结过婚。对于魏大勋来说，其实魏大勋更像一个不成熟的小男孩。其实如果有看杨幂早年间出演的王昭君，就能理解魏大勋为什么会被杨幂迷住了。剧中有一段是要求跳舞的镜头，可以看到当时的服装还是蛮大胆的。那时候的杨幂只有19岁，但演出来的效果却十分的好，根本想象不到19岁的杨幂就已经发育的那么好了。之前大家一直有说杨幂是整容脸，但杨幂本人说过她只整过牙齿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动过。